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无念之法。那什么是无念之法呢？它实际上就是一套方法哦。那这套方法呢，是通过念来保持觉性，然后对念产生觉悟。那么在南传佛教里面，最惯用的一个修法就是四念处的修法。
这些东西，我们体会到人类的本质，它就是人类的本质，人类的本质就是，如果我们把人类的本质没有人类，就是没有人类，这个是大家的基本法。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本质，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本质。
是有一些人打开一些人的秘密，一些秘密。
最近一直有。
你们一起分析工作，你们的发展，你的变化，你们的成长，你们的努力，你们的努力，你们的发展，你们的发展，你们的努力，你们的努力。
Thank you.